这边代表处1200，但是台湾民众认为泰国签证是1500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塑料袋加了300啊，就是这塑料袋加了300啊，为什么啊？然后就是这样变成1500啊，所以是这样，其实1200这样加300这样的，比这个比这塑料袋的多170啊。一会再说怎么要怎么做，所以为什么这样呢？一个因为人家要有一定的质量，要设办事处，那个塑料袋办事处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啊，不知道是谁或是什么公司，也没什么赋予的的责任。这个300块有收据吗？应该没有。这个有收据吗？这个有啊，这个也是两个不同。这个也是一个差别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啊，而且这个300块，我要跟大家解释，只把这个文件送来，用手或是电脑打字，这个然后给我们送过来，我们以后都要自己工作，要做事情，要把这些东西去一个一个去翻，然后去查，是。没有提供我们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自己办，所以才办到8点或是9点。